你们都是不是兄弟？说好一起装丑的，就我一个人丑，还笑？谁知道你会那么丑？套路，都是套路，任何人基本的信任呢？哎，大哥，你表情这么做的，教教我呗。这干巴巴怎么吃啊？ 不会啊，我觉得很好吃啊。好吃你就多吃点。哎，蘸酱，这种面粉馅的包子我可受不了。我的这份就给你了。你们都是大厨人，没扣。多谢你，我还要看视频，先走了。 是不是因为伙食费的问题？身为队长，很自责。其实你已经很尽力了，经费远远超出了预算，现在我们只能吃馒头了。放心吧，我会想办法的。你们只顾勇往直前就好。好，我相信你。 李经理，以目前华夏的战况来看，这次比赛可以说是势在必得吗？华夏会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，展现出更多的新式打法。至于结果，我只能说我们华夏会尽力而为。你职业电竞选手，我只认识川神。 刘川算个什么东西？有什么了不起的？我烽火连续三年被评为豪强战队，都是我带着队员们一场一场比赛打出来的。疾风，疾风，陆路畅通，疾风，疾风，陆路畅通。打败刘川，听说华夏卫视的大赛准备了新的战术打法。 不知道是不是和三年前的比赛部署有关呢？还有圈内很火的几大解说纷纷认为华夏才是夺冠热门，不知道李经理你对此有什么看法呢？华夏会认真对待每一场比赛，展现出更多的新式打法。至于结果，我只能说我们华夏会尽力而为。好的，谢谢。G。 我刚看了你采访，华夏发展很好。那你回来吧。不可能。你们在干嘛呀？嘘，我们在听相声呢。相声。 你是真给力啊！华夏可是传奇战队，那也比不上咱们大龙吟。小萌，李辉哥，你还没走啊？我看你今天没开车，所以我在这儿等你。走吧，我送你。李辉哥，你真好。是想跟你们商量一下怎么给咱们队赚钱的事儿。你看咱们现在穷的。
就剩下啃馒头了。你是想到什么赚钱的门路了吗？要真的可以为我们战队减轻一些负担的话，也是可以的。那是当然，我是这样想的，童、小鱼儿还有我，咱们三个做直播，我听说那些女主播月入都过万呢。可我不是女主播啊，早都帮你准备好了。回去好好，回去好好学学，怎么把他带好了。赚钱都靠你了，啊！还有，少卿、许策、泽文，还有主席，你们把之前少卿的那个淘宝店再给弄起来，又是一笔很大的收入。我告诉你，我没时间也没兴趣。你怎么总是那么不合群啊？立夏，你说要开淘宝店，但是你要是开淘宝店的话，总得卖点什么东西吧？还必须得是有销量的东西。这我倒没想到。这倒是很简单啊，我们战队里有很多大神的纪念品。不发很久了，不打算说点什么吗？我知道你心情不好，因为你哥。哥哥现在他穷的都快揭不开锅了，还在那死撑着，我都快气死了。揭不开锅了？前两天龙吟不是拿下了那场校内赛吗？就那校内赛能有几个钱啊？是几个馒头就没有了。是馒头？对啊。哥哥现在带着战队的人每天吃馒头配老干妈，队里的人看见白花花的东西都想吐。有这么夸张吗？一点都不夸张，他再找不到赞助商的话，连白花花的馒头都吃不起了。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相亲相爱的一家人，有福就要同享，有难就要同当，我们的龙吟地久天长。收，来坐，快跟粉丝打个招呼。走开，快跟粉丝打个招呼，大家都在看着你呢。干嘛？干嘛？干嘛？不给，不给，哎，不给。你想到底想干嘛？我赚钱呢。那个，有人说要看你和林童对打，就给我十个火箭。没兴趣。我的这个淘宝店呢，开了很多年了，本来想关了的，没想到派到用场了。现在咱们队内预算严重超支，以我的经营头脑加上你的这个淘宝店，咱们至少能够补贴生活费用。我的妈呀，这是这谁的袜子啊？海纳百川的，还是穿过的。生意来了，哎，你好，我是龙吟战队队长刘川，我。进。现在大家都忙着挣生活费，挣外快，补贴家用。让大家不要分散精力，钱的事我来解决。自己攒的，虽然不多，但应该可以应急。收下吧，当我是兄弟的话。毕竟，我也想为龙吟出份力。自己攒的，虽然不多，但应该可以应急。
兄弟们，你们的心意我领了，但钱还是拿回去吧。川，好了，别说了，钱的事我来解决。幸亏我跑得快，我才不扮女人呢。哎，好饿啊，吃什么？干锅鸡。吃。哎呀，齐峰，这不是龙吟那小胖子吗？还跑呢？你们干什么呀？跑什么呀？跑什么呀？跑什么呀？你俩怎么哪儿跑的？对了对了，跑什么呀？啊？齐队长，咱们远日无冤，近日无仇的，你没必要这么难为我吧？呀呀，你们龙吟战队跟我们烽火战队仇可大了去了。你们那个什么队长刘川，你看把他气的。哎，队长，那个我不是那挑事的人，搁我受不了。说，刘川永远比不上齐峰。是齐峰的手下败将。说，说，说呀！快点，说话！别忘了，我让我们战队啊！说什么了？说什么了？你们听见了吗？没听见，没听。大点声！齐峰永远比不上我们船队，比不上。刘川有什么好？这么酷？你知不知道他三年前就是个逃兵，他是个懦夫，他算个屁呀！你这么酷的，不是？不是是吧？他是过来救我的，救你。行，咱现在去找他。走。走啊！妈，怂啊！对不起，不知道。行，打死他！走吧，走吧。妈，今天我去找哥哥。你猜他怎么着？我不想知道他做什么。妈，那可是你儿子呀。有个整天打游戏的儿子，其实我内心是很纠结的。上次哥哥论文答辩表现的不是挺好的吗？那又怎么样？就是龙吟战队。你不要再跟我提龙吟战队。好好吃饭。妈，哥哥现在连饭都吃不上了，你就帮帮他嘛。我可以给他钱，我的产业都是你们的，只是游戏战队这件事儿是他自己下定决心要去做的，所以我倒是要看看他从无到有是怎么做成这件事业的，我才会对他真正有信心。所以啊，在这件事情上我不会扶持他，我只会审视他。可是现在龙鹰战队就已经……你要是再说下去，我就断了你的生活费，送你去卖艺。小月，怎么了？少卿啊，你说川队是不是最棒的队长？川队是对我游戏事业
影响最深的人。有你这句话，我就放心了。小月，你说，谁欺负你了？好吧，如果你不想说呢，就算了吧。我和你聊点别的。你当初为什么选择打游戏呢？都说虎父无犬子嘛，我爸爸就喜欢打游戏。你爸爸呢？我爸。我爸可能只会吹陶笛吧。陶笛？哇，好厉害！我给你吹一首。以后呢，我可以教你。都没背过几次的。诸位兄弟姐妹，为了大哥，只能委屈你们了。谁让母亲那么无情，还说让我出去卖艺。哎呀，对了，卖艺。小萌，这是客人打赏你的小费，我要当面谢谢这位客人。他在哪儿啊？他就在三号桌。谢谢您这么支持我。黎辉哥，这么巧，你怎么知道我在这打工啊？我刚好路过，看见你，你信吗？不信。我打听到你在这儿，专门过来看看你。你别说，你的碟打还真不赖。谢谢黎辉哥。你好好用餐吧，我先去忙了啊。哎，我跟你说点事儿，先坐下。哎呀，我现在在这急着卖艺赚钱呢，等有空请你吃饭啊。这两天我想了又想，想到一个办法，可以帮川解决资金的问题。真的假的？我认识一位投资人，他刚好有意入股龙。太好了，这下笨蛋哥哥能有米吃了。不过这件事儿对刘川先保密。为什么呀？你想啊。他那种性格，要是知道钱是我弄来的，他怎么也不会收啊。对，这事就交给我了。太谢谢你了，林辉哥。弄这事儿弄到现在，我都饿了，饭还没吃。这顿饭我请，还想吃什么随便你。行，你请客，我买单。哎，晨晨呀，嘿嘿，你在干嘛呀？是不是有什么事儿想找我帮忙啊？你能帮啥忙啊？你不说我真走了？哎，是不是有话说？哼，也没什么事儿，就是我吧，帮你找了个赞助商。真假的？以北小姐姐妹那么多，总该有一些门路吧？看出眼睛，真的？真的？太好了！那我周三就能举行这对仪式了。对啊，你就是我恩人，知道吗？
小鱼，给大家发请帖，绝对不能错，绝对不能错，邀请函。金银草、盛唐、落花瓷、铜雀、华夏、果色，那我不用能看见许欣然姐姐了吗？开心，高兴。你知不知道他三年前就是个逃兵，他是个懦夫，他算个屁呀！你这么护着他，不是。职业战队队长都过来捧场。唐一峰 ，ID 风筝，擅长攻击，攻击力和杀伤力极强。这你都能背得住，果然是学霸。这是一个专业战队，一个专业队员的基本素质。玉霞，我现在呢就是在龙吟战队的成立现场。虽然这个战队是新成立的，但是却吸引了各大战队的队长，这也跟这个战队的队长有着莫大的关系。这个人大家都陌生，就是海纳百川。来，川神给大家打个招呼吧。来，川神给我们粉丝多说几句吧。哎，别笑。哎，招呼一下。Hello。哎，我带你看看我们战队。我给你介绍，我给你介绍。那个川神他可能有点害羞，还是我给大家。哎，这不能放这儿。放哪儿啊？放这儿。这不都一样吗？那边是甜品区，这边才是水果区。辛苦了啊！哎，林总，你去把蓝微然叫来。哦，好，那个一会儿徐云来了，你帮我照看一下，他是个人认生。我还以为你不要他呢。这叫情趣，你不懂。师傅，怎么这么大一个见面礼啊？哎，有蛋糕哎。川队。国色战队来没来？我怎么没有看见许欣然姐姐？国色如果来了的话，应该不会被忽视吧？为什么？好漂亮啊！哎，动动心就可以了吧？我以前在华夏的时候，可是不允许看。知道。蓝微然，起床了！再不起床，我掀被子了啊！别，还是我自己来吧。男女有别，你不知道啊？在我的世界里，只有两个男人，一个是我爸，一个是我男朋友。那我猜我是被分在女人组了。No， 你是无性别组。师傅。听他们说你在房间，我上来看看。没有打扰你吧？没有。你的出现就是最大的打扰。师傅，您不会还在生我气吧？当初可是您自愿离开战队，我没有逼你啊。当然没有。你现在是落花瓷的队长，你带队。我放心。行，那我就放心了。行了，走吧，再不走刘川该着急了。好，下去了。肖队长。李总，没想到刘川这么快就开了一个新的俱乐部，看看现在，我还真是怀念当年跟刘川一起创立华夏的日子。没想到李总是这么感性的人啊。刘川是我兄弟嘛，他做事我知道，要么不做，要么就做到最好。所以龙吟一定会成为电竞界的一匹黑马。
小队长，不怕吗？与其说怕黑马，不如说我更应该忌惮李总的手段吧。为什么？抢你的风头，关我屁事儿。走。欢迎大家从百忙之中来参加我们龙鹰战队的舰队仪式。龙鹰战队从今天开始正式成立。这个是蓝爸爸亲自为我们龙鹰战队设置的 logo， 它象征着龙鹰战队从此苏醒，勇创辉煌。接下来让我们有请龙鹰战队的法宝。真的是没有，大家晚上好。真跳得好笑啊！天哪，非要出席龙鹰战队的成立仪式，大家有没有看到？快快快，有看到吗？三。要成为一个所向披靡的战队，技术和精神缺一不可。我们要践行战斗到底、绝不放弃的精神，永远。邀请我们烽火，我就问问，什么意思啊？什么意思啊？嗯？好吃吗，齐队？不好意思，这其中有是我。是我忘把烽火战队发邀请函，是我的失误。我代表龙鹰战队向你抱歉。呀，川队都跟我道歉了，那我就大人不计小人过，原谅你。啊。呀，少卿，齐队长，欢迎。哎，你不是退役了吗？在这干嘛呢？这爪子还能用键盘吗？说什么呢，齐峰？他妈你什么事儿啊？好了好了。
刚刚是个小插曲，已经过去了。现在我们的 party 正式开始。来来来，喝喝喝喝。为什么会落发疯的廖同学？所以大家都是我的亲戚，就是因为你的粗心大意，让所有人都难堪，而且这种难堪是可以避免的。对不起，知道了，知道错了。记住，我们不是怕了，而是就事论事，我们有错才行。下不为例了。又见面了。龙鹰战队都顺利的成立，都可以。这是我们之间的。明白。我觉得小菊并不是一直逗得疯狂的女人。你的意思是，她故意不给公主红药水输液？是的，你还知道些什么？那天我看到小菊在门口哭，但是我不知道当时的情况，所以我只能安慰她。但是之后，小菊说了件非常奇怪的话。奇怪？对，她问我对你的看法，她说。分队是不是最准确的？所以我觉得他一定跟凤凰战队这帮人有关系。确实，那边白天有他们嫌疑的证据。所以，如果我没猜错的话，小云一定是被秦风这帮人给欺负过的。哎，行，除了你刚才那个怂样的。还有别的事儿吗？不，就不能对我温柔点吗？等你打败龙吟了再来找我吧。哎，别别别！来来喝喝。小鱼，过来。老实告诉我，跟飞火之间究竟发生什么？没有什么，我就真是忘了。余向远，你难道连我也不能说吗？因为他们说你是逃兵，是懦夫，是胆小鬼，我不想请他们来，就是这样。齐峰这帮孙子欺负龙吟没家长是吧？齐峰，今天所有战队的人都在，敢不敢跟我们打一局？老子等你这句话呢。来吧，来。上人，你们跟我们打一局。如果你们输了，以后只要有龙吟在的地方，必须退避三舍，敢不敢？好。如果我们赢了，开新闻发布会，宣布我齐峰比你刘川强。好。龙鹰战队的法王、奥道夫、查尔斯、阿图鲁、苏伦、希尔德这样的阵容，核心战术就是一个字：拖。反观我们烽火战队，他们的核心战术也是一个字：推。我们看一下瓦勒利多、米诺、奥洛拉、帕辛达、盖亚，有两个后排远程英雄两名。烽火战队要做的就是最短的时间内结束战斗。看见双方是正常对线，我们看到布伦希尔德在线上一直用技能是消耗奥罗拉的血量，奥罗拉发育受到很大的干扰。我压住奥罗拉了，他不太敢上来补刀。余
小心点，媳妇那么小心，会来抓你。我马上四级，去杀这个小鱼，让他跟我装蒜。瓦伦林升到四级回家之后，直接往山路赶去。看来是要抓住这个布伦希尔德，可是我们看到法维安也是来到山路。我们法维安也在。队长，你快跑！进攻！进攻！双方在河道相遇，瓦伦林有一个上，他是女的。谢谢陈队。布伦希尔德来到更快，直接是开大招保护。法官和布伦希尔德是甩出了技能，瓦伦利瞬间空血，法官停下了攻击，把人头让给了布伦希尔德，双方比分1-0。刘川，你还让人头，还敢拿我做交易装好人，给我等着，一会儿杀刘川的时候，最后一下留给队长。上上上上上，打小龙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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咱们要打小龙，小快撤塔，川你再上吧。好，小鱼的不能需要的在中路，其他人去下。推塔就稳稳划算。烽火战队是选择打小龙，龙鹰战队是选择 B 站。他要拆我们塔怎么办？打完再去守塔。打小龙为什么不快点？我再下达命令，别问没用。凭借人多的优势是带掉了烽火战队的上下路机塔，这一波龙鹰战队是选择的是非常的漂亮。对面多米诺来找我单挑，赶紧走，赶紧走。就差一点点，往死里抓！稳住，稳住，不要急性，注意配合。过来中路，他追冲，别冲动，你被奥罗拉在，我是准备好了。一定要拆，一定不能输。放心，小鱼，不会输。双方开始交锋，阿苏的铠血大招一直是疯狂扫射，加哈利大招瓦罗利斯带走。奥罗拉是被扫的空血。龙鹰战队不过如此啊！因为你们这帮菜鸟，根本就不用我上场。这波阿杜鲁发挥不错，只是没占到什么便宜。再给我两分钟，守兵岗没问题。差不多神装了，一战，我让我开大。输出，烽火战队准备中推。此时我们看到法王是绕后，烽火战队毫无察觉。我现在输出，可以放他们一过半。创意跳大，我们马上接技能。奥罗拉准备大招，法王绕后了。法王是直接跳的大招，爆炸输出，秒他，秒他。奥罗拉大招震慑了烽火的集火传阵，他的法王被气功的瓦罗利直秒出来。刘川，你有今天！死了！好，我爆炸输出。可是烽火战队已经扛不住阿杜的输出。闪电啊！这边阿杜伤害太高了，我们实在是没法。小伙子们不错啊，全队血量已经是岌岌可危。烽火战队因此就换掉了阿杜，可是已经无力回天。我死了！上上上上上，都得挂！漂亮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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过一波一波。怎么是他主啊？对不起，
那委屈的小泪花，都是谁给你擦的啊？你爱吃那三鲜馅儿啊，都是谁给你包的啊？你们这么表现，对得起我吗？哪只手打的小鱼？我已经道过歉了，没完没了了是吧？道歉是你跟刘川的规矩，现在是我的规矩。让他看看咱们的规矩。我告诉你，如果你以后再敢碰龙鹰战队任何人的一根汗毛，我让你这辈子打不了电竞。启程，整装待发，热血正沸腾。斗转跌撞狭路相逢，又何惧一战拼杀到最终？键盘上指尖在跃动，没退路就向前冲。这部剧了然于胸，不低头，胜利手掌中，把握住分分秒秒，默契无间，会心一笑，挥拳之意聆听那掌声。尖叫！战斗素养锋芒盛，来倔强，后背交易。
谈怀疑，信任总有你们的鼓励，战斗到底绝不放弃，我们肩并肩能所向披靡，这就永不该被辜负。